第21题，若将两袋一公升之葡萄糖溶液加水稀释成两公升之葡萄糖溶液，则此溶液稀释前后，下列何种数值会改变？加水稀释，老师上课说过，糖水加水，糖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的溶脂的数量、摩尔质量都不会改变。那么加水稀释，当然浓度会改变。所以第20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种数值会改变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葡萄糖溶液之浓度。